请允许我尘埃落地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。半生风雨，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。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。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。吃吧，啊！这两个小女孩子晒得黝黑黝黑的，站在这里看我们，靠在这门上，哎，不说话。尝一下，熟了没有？烫吗？还滚啊！来，哎，这样行吗？先再放点汤去，省得你们说全是啤酒味。他现在没有啤酒味了。今天这红烧肉也失败，鱼也失败，我下次就不适合做饭，我直接吃现成的。哦，现在炖了好久了，哇，烂糊啊，有点费电就是。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OK 了，OK 了。把这地爷、yeah. 我你们吃就好了哈，我不吃，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吃，盖上保温嘛，可以了，啊，有点汤鱼，有点汤合适，嗯，就是没辣椒。去嘛，安主他不等了，怕安主妹妹来，去嘛。等嘛，那你先去嘛。去嘛。吃嘛。那么。那么。叫你外婆那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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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干嘛？他在包钱。安主捞鱼只捞了鱼骨头，那个肉捞不上来。好像小孩子很喜欢吃鱼。全捞上来嘛。对，嗯 ，good。哇。OK， 烫不？呜。哦，哦，刚好够了，捞一下，捞掉。其实恩珠也挺不容易的，他又要干活，又要照顾弟弟妹妹。好了。
切西瓜。干嘛哎？干嘛闹？你们不吃米饭吗？啊，吃西瓜。那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那。洗手啊，手不洗。他怎么得？这边呢是这样子。你们辣馍吗？辣馍。这边的小孩喜欢过来围观我，但是我叫他们干嘛的，他们又不接受。哎呀，那么，他们这边人相比吃肉还是更喜欢吃鱼。阿仔，在这边堆一口鱼塘养鱼算了，养这个。哪里有水的地方养鱼。鱼到这里吗？它会长大吗？喂鱼，堆一个鱼塘养鱼。那么，啊，回头跟你商量这个事啊。他们喜欢吃鱼，其实这边也可以搞个水塘养鱼啊。那么，好了，今天又在安祖家里干活，好热啊。来一坨红烧肉。那你的凳子你要不要 ？OK。你的你要不用不到位。你得么甜？你家。安祖妹还在山上干活没回来。没。安祖妹今天在山上做什么事？种糕啊。鱼汤还是蛮鲜的，还没蛮喜欢吃鱼，但是这边没什么好鱼买，要么就是罗非，要么就是巴须鲢鱼，今天看到几条这种鲤鱼买几条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这不是在国内，我有新能源，如果说拿新能源来这边去那种小沟小河里面搞一搞，还是会有很多收获的。阿仔，今天做的这个菜味道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好了。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做这个肉？你们是不是这样做？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这样做好不好吃？多一点吗？这里多了吗？油多了。哦，他说我一开始放的油。安猪吃肉。吃肉。对，夹一块。他又夹土豆。他不吃肉吗？我给他夹一块，兄弟们，我给他夹一块最大的，这块，这块好。你说人家玩意儿？这块肥瘦适中。你看，看来今天做的菜味道还是挺适合他们。那个安珠的弟弟都加饭了，平时他都吃只吃一碗。来夹菜，他喜欢吃什么菜？沙头鬼了，那么多肉，那里面不还一条吗？搞了里面那条，那里面还一条。对，搞那条，那条完整一点。哎呀，
肉要不要？肉。我要按摩。按摩。按摩。他们这边说猪肉是按摩。夹过去嘛。婆婆也喜欢吃鱼吗？那喜欢吃鱼多吃一点。其实我是这样说哈。我做的菜虽然难看，但是不难吃，人家吃的还是很受欢迎。嗯，姐姐有些。那姐姐用。虽然这鱼做的难看一点，我承认，但是吃起来味道美美啊。人家喜欢吃、啊。嗯，还有谁就是刀。你怎么好的？跟着老爹。么好的？么好的？妈妈吃。我爸爸吃了。我吃饱了哈。你们多吃一点，多辣一点，嗯。安啾。多吃一点啊。你盯着脚。那你多搞一点吧，多吃点肉，还有那个鱼汤，嗯，对，还是阿仔会吃，嗯，好吃啊，香啊。这边的小朋友很喜欢吃鱼，但是这个鱼刺又特别多，吃起来特别麻烦，所以我想一下，下次还是买鱼，买那种刺少的，刺少的鱼来给他们吃。沙巴迪，那么，安舅妹回来了，干活回来了。那么，那么，你等别告。人这么小，脚这么大。阿仔，跟他俩说，明天到莽山来，我在莽山等他们，帮他们买衣服。啊，他还有他妹妹，两个啊，或者带他弟弟来也可以啊，都带过来也行。我在莽山等他们。说的。对啦，他今天要在那莽山那叫俺兄弟等那么晚，你要看见呢？看见吗？他来打电话呢。那就这样说。啊，明天啊，大概几点钟到？哎，翻动沟通不了，那就这么说吧，饭也吃好了，明天你们俩来蒙塞啊，或者带你弟弟来也可以，给你们买衣服啊。哎，安舅妹啊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等你们电话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视频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收看，拜拜。这冬天你家里啥呀？哦，没带呢。
我回去了。嗯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要拜。拜拜。你要猛了。我去猛赛啊！拜拜。拜拜呀。拜拜。拜猫的。嗯，拜拜。